喂，要喝羊肉汤吗？是的，我们三人是来品尝老板正宗羊肉汤口味的。那你们就走对地方了，快快里面坐。现杀的活羊，味道绝对正宗，等下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那我们就坐这里吧。当我和朋友在羊肉汤馆坐下后，店外的伙计也预备要宰杀那只羊了。我要动手了，你去把接血盆拿来。嗯，好的，我去拿。大约过了一分钟左右，羊的叫声由大变小，由小变无，最后只剩下了大口吐气。哎呀，真是太血腥了，你们看那只羊的肚子怎么这么大，是不是里面有羊宝宝啊？咦，是啊，它的肚子的确不小，真的好像是怀孕了。这时候杀羊的伙计又在羊肚子处划了一刀，顿时一只小羊从羊妈妈的肚子里滑了出来，竟然真的是一只怀孕待产的母羊。啊，小羊，这果然是只怀孕的母羊啊，为什么要杀它啊？对呀，都已经怀孕了，为什么还要杀它呢？老板，你们怎么会杀快生小羊的母羊啊？啊，怀孕的母羊，我今天一直交代员工不能杀错羊，要让母羊平安将小羊生下来才可以的。难道真的是牵错羊了吗？我快过去看一下。这么说来，可能是因为牵错了羊，误杀了母羊啊。如果是这样，那真是非常惋惜啊。对呀，小羊一出生就没有妈妈，那是非常让人心疼的。哎，可怜的小羊，一出生就没有了妈妈。又出来一只呢，快，赶快帮他清理身上的黏膜，否则会窒息死掉的。啊，好的，交给我好了。啊，还有一只。太好了，三只小羊都活过来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奄奄一息的羊妈妈听到了小羊的叫声后，缓缓睁开了双眼，然后抬起头，用尽最后的力气叫了一声。天哪，这只母羊从放血到现在已经有十分钟了，它竟然还能抬起头来发出叫声。啊，真的是误杀了羊，母羊现在还活着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我清楚地看到羊妈妈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她又一次抬起头，眼睛看着四下，似乎在用尽所有的力量想再看小羊一眼。啊，她竟然还能抬起头来，我想她是想再看她的孩子一眼吧。是啊，她是想看孩子一眼，是母爱的力量支撑她活到现在，我想他现在脑子里全是自己孩子的安危。母羊，真是对不起，员工误杀了你，所以造成你无法与小孩团聚。你放心走吧，你的三个孩子都活了，我保证之后绝对不会杀他们的，会好好的将他们养大的。羊妈妈似乎听懂了这句话，她的眼睛一点点湿润，他无比留恋地看着眼前的小羊，这是他看到自己孩子的第一眼，也是最后一眼。很快，羊妈妈便停止了呼吸，但是他的眼睛却仍睁得大大的，似乎想一直看着他的孩子。我忘不了羊妈妈那令人震撼的眼神，永远也忘不了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就不再喝羊肉汤了。是啊，我们人类真是太残酷了，为了口腹之欲而杀戮无数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
我之后也不再喝羊肉汤了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顾名思义，燃灯就是点灯，点什么灯？菩提心灯。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，以大愿为助，以大智慧为光，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，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，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，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素食的送到他们家，再给他们佛法。透过燃灯功德会，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，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，去护持三宝，去利益更多的友情，去广结善缘。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。阿弥陀佛。点一盏心灯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世界。护持账号：503238588，503238588，户名：台湾燃灯功德会。可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为了礼佛的功能，名为肢体，意思是塔庙。肢体的平面布局呈现 U 字形，在后半部圆弧的中央有一座佛塔。另一种修行用的石窟，名为毗诃罗，意思是精舍或僧房。毗诃罗是一个方形的空间，皿字形的壁面凿出小龛空间，让僧人可以在当中坐禅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公元460年，诃梨希那成为法卡陀加王朝的统治者，佛教在印度发生了重要的改变。作为古印度最伟大的帝王之一，诃梨希那统一了中印度。作为虔诚的佛教徒，他推动了佛教的再兴。很快，空寂已久的山谷中又响起斧凿之声。2019年下旬，慈悲的海涛法师带领信众，除了再次参访南印度色拉杰寺这座庄严瓷土外，同时借由此次菩提殊胜因缘，顺道领众来到南印度这一片匠工巧心的石窟艺术群中，一同目睹千年来佛教在巅峰的惊世骇俗之作，犹如鬼斧神工般精辟的不朽之凿，不仅历经千古震慑世人，更令人瞠目结舌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